伸出你的热情，伸出你的双手，让我拥抱着你的梦，让我拥有你真心的脸孔。慷慨激昂大合唱，明天会更好，没看错。新北市议员们这一开口，每位都是被政治耽误的歌手。很多的议员就是不分蓝绿哦，就大家不分党籍，大家一起来唱一首歌，明天会更好。我们中和的张志豪，还有我们板桥的何博文，对啊，我们也是板桥的美方议员，对 ，OK， 还有钟议员 ，OK， 好，还有。戏子在对，因为我们在戏子的录音室，不分蓝绿齐心合力。尽管行程再忙，新北市议员也要当起一日歌手，为医护加油打气，为防疫尽份心力。全台湾青春齐唱，加油！台湾加油！原住民加油！为新北祈福。试出小花絮，进到录音室，还有不少议员就怕漏气，边唱边带动作，实在有够卖力。看得出来还蛮要求的，所以其实大家都蛮紧张，据说比选举还紧张。对抗新冠肺炎，传递正能量，就盼明天会更好。艰辛阶段，团结歌声、旋律也成对抗新冠肺炎最动人的武器。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，让我们期待。明天会更好。记者陈奕轩、李奕璇，新北报道。